小妍。嗯。哈哈教主因为已经在录了嘛，对的，他们说的嘛。其实我挺想赶快去的，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因为确实工作走不开嘛，就希望他们等等我，然后好玩的事情先别做，等我到了再做。那你觉得你没在他们会生活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可能吃虫子什么的吧。其实我后来去蛮好的，等他们都适应过来我再去就不用受苦。这个是我们哈哈农夫的一个任务卡。任务卡。亲爱的王源，从现在开始你将按下城市生活的暂停键。我不按，我要放弃。你将与同样来自城市的伙伴们组建临时家庭，共同展开全新的农夫生活，迎接一个意想不到的自己吧。请拿着零花钱和地图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四块，19块钱，20块钱。去给了我20块钱，我想吃个煎饼果子，加两个蛋就没钱了。但是在农村生活，我们不是自给自足吗？我们需要花钱吗？也需要。那你觉得你会住在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环境？我住在，反正我带了帐篷，怎样都行。其实我觉得我到了一个家里面，那我年纪最小，所以我还是想做很多帮大家的事情。就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累，因为我很精力充沛，就是唯一就担心吃不太饱，太少了。我能自己加一点进去吗？真的？真的？加100块钱吧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嘱咐我了，问他们，我说你们需要从北京给你们带什么吗？他说给我们一人带100块钱吧。我说行。这次我觉得其实挺抱歉的，因为我有推不开的工作，可能第一天的录制我们没有办法去，期待大家赶快见面，然后一起开开心心的然后度过这几天的生活。亮哥，我宣布你成功的通过了我的抗压能力测试，恭喜你成为哈哈农夫。哈哈，农夫。